就开始吸这个烟，这还蛮漂亮的。对对对对啊，女主演的，就是她就是这种洗心革面，一定要火烧到后面。我也是啊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没有本钱让你火烧。一出来是说他胸口肿，我在念重大，说他是八年，然后我就等着念重大，一个上岸，来，大家懂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怕。好啦，很爱面子，人家很好。